如果居士每天早、中、晚都念以下这四句话，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我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戒烟我，这样修行能不能去极乐世界？哦，你这个方法比较独特的哈。哦，等于是你问别人。我们修行不是喊口号，就要踏踏实实的，在心愿行上用功夫。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这个心愿行，那么我们修行当中，比如说持戒呀、念佛呀、佛七呀、诵经啊、敬业三福啊，我们不建立起个真实的这种功夫、这种力量，我们喊口号是去不了的。另外呢，就说，如果喊个口号嘛，就是给一个其他人听，鼓鼓气势，一次两次还可以啊，不要天天喊。作为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最好不要看别人的过错，他喊口号是他的事，你念你的佛嘛，只看人家好样子，不看人家坏样子。别人都比咱强，人家还敢喊口号，我们连口号都不敢喊，不敢喊口号怎么办？咱就老实念佛吧。我今年20岁，去年开始念佛学佛，我的家族只有我一个人信佛。今年7月，我外婆病危，情况危险，中风、脑梗、心脏病等病例。但我外婆一生帮助了很多人，医生诊断我外婆会瘫痪，但外婆在我念佛之下，居然可以走路，自理生活。在医院，我照顾外婆1个多月，可能感动了佛菩萨。外公外婆80多岁了，叫他们念佛，他们不懂，不知如何引导。外公外婆往生了，不知道如何帮他们助念。因为整个家族都不信佛，所以我很担忧。这是我20年来唯一的牵连。你总共才20吗？好像你也很大一样啊。你现在开始学佛就要具体学佛，你具体学佛呢，就要把那个生命关怀的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知见全学好了。有个基础了，你就知道生命最终时候怎么去做。然后呢，你在这个做的时候，你就跟家里亲属做个前期关怀的互动，这样就能帮助亲人解决问题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做，关键是你自己这一生要好好修行，不要耽误这个美好的年华。20岁你能这样知道学佛了，证明你的三根福德因缘很大。要努力啊！民间有习俗，亡者入棺材时要放一把折断的梳子，代表焚梳，请亡者不要意念家人的意思。有助念团成员不高兴，以为不如法，请问这样的这个情况如何处理？二，在亡者家助念，有时会有家人进进出出，这需要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出入嘛。第三，天气热，在农村助念时，有很多蚂蚁、蚊子之类的，请问可以点蚊香吗？第四，助念时需要向亡者礼拜吗？第五，民间习俗，人死脚需要朝大门方向，那么就不能面向西方了，如何解决？你问的都是民俗上的事，我只能给你再引导回来在佛法上。可能你认为民俗就是放一把梳子，
折断的数字，代表就是说分数了，就是说分手了意思，不留恋的意思。如果你不把它弄到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上去，他在这其他的这个不好的恶道上去游逛，他有这种执着的亲情放不下，你能把数字你割得断吗？他还是挂念着你啊。你不如按照佛法正确的知见和理念，就把他叫他彻底的往生，这样呢，这是了缘了业了自身了。那么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看你的时候，那叫加持，因为有佛力了，是智慧的，这里没有一种这个贪恋的亲情的，这种亲情也不是你能把数字能解决的吗？如果他在一个其他不好道上去，你能把数字给他给他表现，你说你看看你们，我这刚死了你们就给我绝情断义啊，他这个就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和状态呢？所以这种迷信东西是害人的，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助念现场这个进进出出，我一定要做前期关怀，和家属做好了互动，告诉他进进出出的这些声音，这种干扰危害，叫他配合起来。你不要等他进进出出的时候你再折止他，那就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对境了，这需要用智慧提前做到的。天气热呢，有蚊子苍蝇和蚂蚁啊，怎么处理呢？我上次来讲课时提到过，比如只有蚂蚁的，它属于酸性的，你就用碱性的东西跟它来对治。比如说蚂蚁出来的，你就用那什么肥皂沫啊、樟脑丸啊，给打碎喽，给它调在一起，然后呢，弄棉条儿围上，就放在那儿，保护一下那个王者。那蚂蚁呢，顺着就会跑掉了，它连上去都不上去的，它以为它是想克的，就好像那个老鼠啊，一见了猫会怎么样呢？那个羊见了狼会怎么样呢？它是想克的嘛，就用这个想克的东西把它调理了，不是最好的对治吗？礼拜王者的问题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就不要礼拜了嘛。民俗啊，头到底从西朝东，最关键的是升起心愿来往生西方，而不是代表你的头朝西就是解脱嘛。如果说你往生了，你头朝哪边都可以。弟子的父亲不信佛，多少次劝说亦不信，弟子观察其有贪生怕死之念，在其面前死亡之字眼亦要少提，否则其不悦。师父说若生前能有心愿，助念效果最好，目前情况下有何种方便能令其真生起心愿，非要等其死现前现有执着崩盘时再趁机劝信。哦，你的意思我是明白了。世间的老人呢，其实都怕别人当面提他这个死字，越老他越忌讳这个字，即使他玩笑时候你看他说完了之后他没事，但是你要真一旦把主题的死字提到他身上的时候，除非有信仰的，任何一个没有信仰的他就会其面色不悦，他要不跟你转移话题，要不就证明你说这个死字对我不孝，你说这个死字就会怎么怎么样，你就要祝福老人长寿嘛，他就会很烦恼，这是正常的过程。那么你怎么做呢？你最好不要提死字，你把信仰啊给他提上去，你提观音菩萨的慈悲呀，你也不用提往生的，非得说往生者，你提观音菩萨慈悲，你提阿弥陀佛那种慈悲，你看那个慈悲救了谁，救了什么，救了什么，你把那救度的全讲过来，然后救度他听着慢慢加深了，那佛的那种愿力从他心里就是产生了一个同化的一种愿力了，叫他有个默认这个状态了，然后你再看人家谁谁念佛往生了，给他看这个，然后他都逐步的对一个王生就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了，你从现在给他做好了铺垫，一步一步的来，到最后他觉得
王成说，不是一个坏事，是一个非常人生一个大喜的一个事情，需要所有的生命体都要认识的，你不往生你就轮回，还是往生好吧。你像他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就配合你了，这样你也逐渐的把孝道啊用智慧给他圆满了。我们这期这个生命都是父母给的，要做一个孝道呢，也要有点耐心，有点智慧来完成它，不要上来你必须完成去吧，这父母是不认可的，我养你那么大，你叫我往生去是吧，他都会很烦恼的，是吧，你就得孝敬我，你就得伺候我，你还没孝敬我的伺候我就叫我死啊，他就是有这种差别的现象。你要慢慢给他呵护好了，他懂了，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子女啊叫我去往生是最大的孝道啊，啊，这就好了嘛。我慢慢来，别着急啊。我本人也学佛十几年了，当时受净空法师的开示，一生一部佛说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和一句阿弥陀佛就足以了，现在帮助亡者助念早晚都有定课或学法，那么助念影响修行，弟子心里有点纠结。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学佛念佛就是要解脱生死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助念本身对别人来说是最好的一种修行的助缘，对自己念佛现场也是最好的一种正行，他怎么会不是修行呢？我们千万不要带着这种状态去做。所以说你在助念现场念佛他也是修行啊，就看你怎么认为了，你要不认为那是修行，你就回家去啊，就继续一部经一声佛就行了，在你自己好吧。亲人亡生备注是佛弟子，如土葬佛祖是否一起带在手上身上一起埋葬，你可这样想啊，佛祖就可以结缘嘛，为什么可以结缘呢？他的是人已经亡生了，假如说他的肉体已经不会再拿着念祖念佛了嘛，是吧，你给他带上念祖也没有用了，那个时候的身体就会腐烂掉的嘛，那个佛祖你带着干什么，还不如把这个佛祖啊结缘给念佛人，结缘给念佛人，念佛人还可以给他念佛，拿着他念佛的念祖念佛呢，还能增他的功德，这一举两得嘛，啊，不要浪费。如亡者入葬后，身上盖的脱了泥被，怎么处理？如果不方便使用了，那么我觉得你就，送到附近的寺院里，也行。或者你是不是盖在他那个亡者的骨灰盒上？我觉得盖在最上处包裹好了。有的那个在木棺里头是个套棺，他把骨灰盒。我托了你被包好，外头还有一个套棺，然后他再盖上，他这不会毁坏，这也能一个好处，显得这个挺庄严的啊，里头有一些佛的这个种子咒啊什么啊，也能得到加持。比如说这个就托了你被啊给污染了，有血迹啊或者有尸体上流的那个液体也给污染了，那我们就最好是恭恭敬敬的找那个地方啊给它焚化掉，然后把那个灰呢撒到干净的河水里头就好了，恭敬焚化啊。我们助念中的人90%都是肚腐热，是我们至诚心不够吗？凡夫腹热是很正常，这是一个食物的这个存留燥气而生，因为这个助念这个时间这个过了，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些身体的变化，热点呢总是注重一种的热度的一种差别。其实我昨天和也讲到这个事，你看到这个腹部和这个心口处你热，
你怎么不看这个头顶和这个眉心，或者这个颅顶这三个地方你去比较呢？他们也有差别的。随着这种差别，这个温度下去了，你光执着这个心腹。那么我用地藏经上的一句话来告诉大家：念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这个期间听闻了都不下三个道，你就是拿三个道的标准来衡量它吗？何况我们念的是念佛阿弥陀佛呢？有这种危险吗？我们总是不看神识和这个佛号之间的关系，总是要看腐败的身体变化和这个往生的标准。你看我们知见上有问题，这个问题是综合考虑的吗？是不是？如果你不念他，你放在那儿，他的这个到时候他那施腐的那个腐部他也起来，因为那个我们的胃里啊肠里它就会产生一种造腐的预酸酶啊，它就会腐烂起来，腐烂起来顺着我们的食道就会往上反。真正的那个念佛的这个温度啊，它其实已经都凉透了，你还执着的它那个藏着胃里头的东西，你看就这热就这热，你怎么不综合去看这个问题呢？其实这种问题变化的从哪儿开始呢？18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就会反热了，这叫湿腐反热，这是解剖里告诉我们的。这种湿腐反热这种假象，就反而把我们带入一种偏颇的知见里头去。再仔细一点，我们有的时候还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腹部也热了，眉心那儿也热，这个颅骨那儿也热，梵顶那儿也热，但是梵顶那三个有差别，眉心比如说是16度，颅顶那儿比如说是17度，比如说那个梵顶那儿是20度，他不比较这三个，他光看那个腹部那个燥热那个24度，他就说你看这最热。这就是我们学法的这个智慧比喻度不够，不了解，慢慢的这个眉心呐、额头啊、这个梵顶处啊，一下子温度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它都凉透了，你还在执着它那个腹部那个燥热呢，你非得要把它念热。能念热吗？能念热，它湿腐的这个燥气一直就把人都念得变了形，出现了燥气到喉部热，脸部也热，一直就那个脸型都变了，有的念过几个小时人都念腐烂了，腐烂它就自然会顺着九孔反射到这头耳根哪里去吧，鼻也流血，这个耳也流血，嘴也流血，最后就反射成那种热的时候，他说你看了头骨热了这种他怎么量，他一步一步往上推着，其实呢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他那个腹最热这种方法做的就有点太偏颇了，一定要从那个真正的这个教理里头去看这个问题。偶遇一场助念，当时没有引磬，用钵经记里的引磬声可不可以？请法师开始。你没有引磬，你用那个钵经记。之前我说的钵经记它是机器的声音，它没有顺性的这种观察人气息这种声音。如果在了临命终的时候感应去，你就会给他积极性的管理他，就不好。你最好一次可以如果说下来了你还想继续使用，是决定不行的。请问师父，助念24小时后探视亡者由温度明显走向，是否证明身识已离体？这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也有自然腐热的现象，全身温度它已经平衡了，不要把这个自然湿腐的那现象的造成的腐热放在思考里头去，那不作为思考的凭证了已经，这个大家千万要记住。请问师父，如何才能升起对阿弥陀佛不退转的信心？这件事你就这样想，我这一生是个生死凡夫如果不靠住了阿弥陀佛，我就完蛋了，就要在苦海里受罪。阿弥陀佛就像个苦海里的愿船一样，你要好好念佛，就发起心愿上这条船你就有救了。这样想你的信心就坚固了，你要乐意还在苦海里流浪，
那你就一生还是我刚才说的话，你没丧失了信心，就丧失了生命这个处理的主权，你就是轮回者啊。所以你抱定这样的想法去靠近的佛啊，你就是有希望者啊。请问法师，开示人员是不是要受菩萨戒后才有资格为其开示？不是，最好开示人员要懂教理，还要有过助念开示的经验，这样他会很对机，抓住了主题，提升信愿。假如说你光是受菩萨戒也没助念过，有资格了开示，你这手忙脚乱的，你自己都不知怎么样去说，就会弄巧成拙。这个时候就说怎么保质保量，能把临终人的信心建立起来，能够教令他念佛，这样的懂得临终关怀的人去做开示是最好的。有人讲法说家属念佛利益功德最大，可是很多亡者家属都不吃素，有的吃过肉，有的吃无心，而我们净土宗二祖三岛大师说，若有食无心酒肉之人到临终人边，病人狂死堕三恶道中，那到底让不让家属进入助念现场？助念现场假如说没有人，那么我们就不让家属，即使他家属是吃荤的人，你就不让他去念佛吗？哦，他吃荤的不能念佛了啊、哦！他家里就没有人去念佛，而且这个临终人等着他去救。我们用佛法来说，佛经上说，法愿，唯除诽谤正法者，不得往生。这个话和这个旨意是一样的，就是怕众生造恶，它是一个止恶、止恶的一种作止的一个说法。所以啊，是告诉我们不能那个吃酒肉到临终人边上去啊，到边上去就会对此造成不好的啊，就好像那个不能诽谤正法的，诽谤正法者不能往生的，是以相同作义之意啊。但是佛法是慈悲的，佛性没有犯罪嘛，你告诉他现在啊，给你救自己的家人，你们漱一漱口嘛，哦，然后坐在那好好念佛，没有人嘛，你不要他去念，谁去念呢？为了临终人考虑要去念佛的嘛，因为这个名号里头他就有通到这个罪恶处是救拔众生的能量的嘛，所以说他一同两个行文对比的一个道理，所以说也要念，这样呢也能助念好喽，我们助念团也可以快速跟进过去帮助调整一下，然后给他的家里的家属人员也告诉他如何去念，如何正确的开示，这样就倒回去就可以了。请问法师，匪泪是什么？是命中人眼角含着的那个眼泪吗？匪泪是怎么回事呢？匪泪就是身体败落的一种自然现象，所以四大这个水先分了，地和水分了，体内的这个细胞分裂了，它眼里的水就顺着眼泪出来了，它就属于形成了一种匪泪，它跟这个其他的没有关系，并不代表着这个人可能就说哎呀是不是哭了，是不是这个有什么现象，临终痛苦了流泪了，它不是的，自然现象是地大和水分裂了之后细胞分开了不射了，然后水顺着眼角下来了，所以一般的法医鉴定是什么比较黏，黏完的匪类呢，然后出现那个很深的一趟痕迹，有浅黄色，很浅的一种浅黄色，医学上称为就叫匪类，跟那个什么痛苦啊流眼泪了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阿弥陀佛这个愿力不会跟身体和这个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临命终人因前期一直用止疼的针，后来他疼痛难忍，那还要不要打针？如果打针后他咽气，那么如法吗？
临终前期用止疼针给他止痛，那你就不会用佛号试一试，用悲悯的佛号在他的痛苦心里给他交融起来，就他把这个痛苦发泄在佛号伴着他的痛苦的心发泄出来念出来的时候，人的痛苦是由酸精组成的，就跟痛风一样，人的脚有痛风是吧，它有酸精的，酸精产生了，你要都把它的酸精一旦打开了，眼泪出来了，它那个痛立即就会止住的。我们关怀的有一种叫悲伤的一种符号，你可以用一用啊，很管用的啊，就解决这个问题。净土法门可待业往生，如果家属为亡者做善业，可增亡生品位。凡至如亡者家属如理如法的为其助念，本人也信愿具足，佛事结束后，家人因世俗礼节用婚时办理后事，会影响其亡生品位吗？恳请法师慈悲开示。这是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你都愿意为你自己的亲人死亡后做增上缘了，你还想用世俗的这个观念去满足你的面子，又想品位高升，还又想满足你的面子，等于你这个人很贪恋了，你的鱼和熊掌都想得呀。所以说你要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们不要顾了面子，先为亡者着想，叫他增大力才对啊。你看看你还想摆世俗，还想增品位，你说哪里去找你这个不讲理的人呢？已经在关怀团参加助念的莲友，还有必要学习力量之源吗？力量之源是为了方便接引更多不学佛的人来学佛的好方法。哎，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力量之源，不知是哪个法门。最好的力量支援，我来给你那个净土方法告诉你，你就是交心归命，心愿持名就好了，那种力量就会由阿弥陀佛名号的法性力入到你的心里，把你自信带现出来，有了智慧了，那种智慧的力量支援就会从你心里透射出来，通过阿弥陀佛加持越来越大，那才是我们根本的力量支援啊。临终关怀和助念当中遇到极强的接触性传染疾病的亡者，助念义工非专业人员，遗体传染处理人员，就是意思你就在助念当中可能害怕传染病传染上给你，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你两方面看，如果你带着这种心态呢，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一下，你给他比如说穿衣的时候你可以戴个口罩，你可以戴个手套啊，你再念着佛啊，给你自己先保护起来，就是世间的啊，出世间的呢你再念着佛。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我们真的发心了，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去给做临终关怀，你想啊，佛的智慧已经圆满了，他连过去未来发生了什么事都知道，我们得过多少多少种病啊，造过多少多少种业呀，未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多少种传染疾病啊，有谁去给人家在助念现场啊发心呢，会遇到什么什么样传染病啊，他已经都在他这个过去未来里，他这个圆满智慧他已经透过去了，都知道，他既然都知道，他就会都处理干净了，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传染的问题呀。你想啊，如果佛的智慧不圆满，从古至今，这是多少年了？念佛人哪一个被传染上了？想一想，你说哪个人被传染上了？没有一个嘛。你要说传染疾病最多，那我的传染病最多了。我成了病原体了不就成了，不但没有病原体，越年越健康嘛，是不是？不会传染的吧。
佛的这种智慧告诉我们净土念佛法门这种特色，它就有这特色的特点，就有一种愿力的智慧在那里的做加持衡量，不会给我们一个陷坑跳进去的嘛。你说我们就是不信佛，总是疑惑啊，传言上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保护，那佛已经保护你了嘛，是吧？你看我们去医院呢、啊，去那么伤的什么艾滋病人，我也念过什么什么肺的病的，什么肝的病的，这任何的我都见过。他一点他都没有给传什么，给他洗呀、啊，给他弄，没人敢动。我说我来，也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你不要怕吧，你有佛无量光，他不都给治了吗？最好的洒脱的光明，无量光啊。早上去助念，没有做早课。助念下来，其他房间默念经咒，对往生有利益吗？还是继续默念佛号？你在助念现场啊，是这样，大家同意佛号为好，在一个环境上是同意的，大家念佛是同意的，那么这个感召力是同意的，这就相应了和阿弥陀佛名号，这会使这个氛围会更好。不要人家这样做，你非得变成你那样做，就大家要做相应的修行，因为你是在帮人去解脱，好吧？不是你自己从那随着你自己，你要在家里可以自己自选，到了助念现场一定要同意。我们那里助念人员安排亡者家属八清刚经、万佛名号集等经典随亡者入葬，可以加持亡者吗？之后用此方法为另一位亡亲入葬金刚经等。不要假作嘛，一个尸体是臭坏腐烂的，那经文呢就是发身舍利啊，法呀有开慧之恩呢、我们一定要恭敬为上首啊，高阁于上啊，如对佛的发身舍利啊，那是、我们这个臭秽造业的身体把经跟他搁在一起，你叫他一起混乱，我们这样的人做这种事，我觉得哎呀不要再这样做了吧。从现在开始听到了，不要这样做，一定要恭敬法宝。佛有度众之能啊，法有开慧之恩啊，金刚经啊，不要伴随着我们臭秽的身体，要把我们的心愿建立起来去往生是最好的。不要说那个经放到亡者那儿，你就是真正的就叫他解脱，那是不恭敬的，不要这样做了啊。父母去世十几年了，此时没有学佛很惭愧，现在如何给父母尽孝，如何超度，请法师慈悲开始。你要如果真的想尽孝，那你现在就先学会发愿。你现在每天啊，你念三万声佛号，每天给自己的父母，没有尽孝嘛，给他们回向，要补上这道孝。世间的心态孝道平衡了，处世间的这个能力，通过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功德加持量变，也补上去了。这样世间处世间都补上了，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请问基督徒临终能否助念？助念时能否开示说有没有耶稣化身为菩萨来接人？不是说你为主导，关键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基督徒他是否愿意接受佛教往生这件事儿。如果他愿意的话，能配合的话，他听你的，你就去这样去做就行了。如果他根本就在一个教义上和你不相应的，你去了他就会给你带着这个对境的，他甚至就会在临终时候他指责佛的，因为我们去劝人家去解脱，反而他临终时遭这个大业。所以说你跟他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他能愿意听你的，他能配合听你的，是不是？他如果这样行你就给他讲，不行就千万不要这样讲。
现在有个别助念团出现招魂助念及环城要佛现象，是否能做？招魂助念，是否你有招魂的能力？你好好念佛吧，净搞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假如说他的身世没出题，你就怎么给他招来的？我问你，他是业力所牵引的，不是你能把他就招来就招来的吗？他的这个身世还没出题呢，你说我把他招来，你给招一个，你能招来吗？就干这个迷迷糊糊的事。后面这个事更可笑，即要成念佛，你又不是这种保安工作的，你要成为了什么巡逻啊？你巡逻的意义是什么？你就好好的从家里念佛回向就完了嘛。你念佛回向，回向社会，回向国家都平安，你回向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空间时间的概念都挡不住的。你从家里回向，你回向到外星去都能到啊，一念就到啊，是不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费着你自己去为这个城市去巡逻吗？再说有的巡逻的岁数大了，你黑天半夜的崴着脚怎么办？也要替自己的家人着想一下，所以说就不要做这个事了，从家好好念佛就行了啊。如果对横死的亡者、车祸的、跳楼的、自杀的助念，用生命这个平等性的来说，佛性是平等的嘛？只要他刚死的，你不管他是怎么样死的，人家有求我们的，我们就去给他念吧。只要你家里同意，就给他念佛嘛。念佛比不念强嘛，就当我们自己修行打一个短暂的佛期嘛。助念完毕，主家为表谢意，拿钱物给助念团，可以接受吗？助念团不可以收钱吧？这一条祖训一定要坚持的，不能收别人的钱财。往生前的助念是让临终者提起正念，一念念佛，往生后的助念是超生的作用吗？已进入中阴状态，助念是如何起作用的？亡者耳根已坏，开示能听到吗？你这提到的是送阴身的问题啊，身世已经出题了，送阴身解脱就要需要很多的阴识。很多的认识，这有自己的善根呐、福德呀、因缘种种。我们那个临终关怀不要经过中阴身，经过中阴身说我们把控不住的。所以说，我们念佛就升起心愿来，等着提前跟阿弥陀佛进行这种交融。往生之前，这个前期关怀、引导是很重要的，这样会快速的跟我们和阿弥陀佛愿力结成一种对接性。如果我们在中阴身解决，那就麻烦了，这一起业报没有用了。中阴身的我也赶上讲了，它比人这个智慧的09倍，所以说它有时候一刹那就会变境到其他的地方，产生不同的这种结果，这也是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所认识的。最好是我们当下现在这个心好好的去念佛，具足心愿，把握在这个当下的心识里头，去坚定的心愿往生。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那么多了。大家好要生命关怀，对生命的这个尊重态度，从大家从这做着那么长的时间啊，还那么法气充满的，还那么认真去听的，已经表现了出来了啊！所以我做时间长一点，也不能愧对大家这种希望。但由于助念仪式的这种法理啊、基础知识啊，确实大家要具体的学一下，这样对生命关怀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如果那个
今天要是继续解答下去，我跟你说，我都讲好几天，我走不了了。啊，在此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抱歉啊。这个些问题呢，我只有带回去，在讲课当中会回答大家的啊。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做个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